华为的 Mate 保时捷联名款一直以来都是华为最顶级的旗舰机，但一万多的价格也属于不够亲民。如果你认识一个跟娇娇一样在华强北做批发的朋友，再贵的机器通通半价就能搞定。先看这个华为的 Mate 40保时捷，作为华为 Mate 系列最巅峰的旗舰机，独具一格的保时捷陶瓷后盖设计，处处彰显大气磅礴。麒麟9000的处理器加上鸿蒙系统，流畅度也能碾压所有国产手机的。另外，像麒麟旗舰专属的智慧感知功能也一个没有落下，甚至比最新款的 Mate 60 Pro 的还要多。别以为还要7000多，娇娇手上这台外观划痕多一点的，其他没有问题，直接破价3000多，4300就能安排。如果预算没有那么多，那么这个华为 Mate 40 Pro 性价比同样很高，基本上跟保时捷差不多的配置，也是麒麟9000处理器、徕卡摄像头，最大的区别还是少了一个保时捷专属设计。关键最近的行情也是跌了不少，3100就能拿下了。